鬼身材，撩人舞姿，韩国性感小野马泫雅自出道以来就和性感妩媚画上等号，但其实她的个性和一般爱撒娇的小女生没有两样，台上台下差异极大。对于一直以来的性感形象，甚至曾被批评太过裸露，泫雅坦言自己也不喜欢这样，会慢慢减少穿着过于清凉的服装现身，希望能扭转外界对她的评价。泫雅在 Triple H 的私人侦探中表示，不喜欢没有理由的裸露身体，只是因为专辑或歌曲塑造的形象变成风格强烈的个人特色。曾经听过有人说，同样一件衣服给泫雅穿就会变得很情色，这句话让她感到相当难过。对于被贴上情色标签，泫雅转念一想，将批评化为动力，还是会继续努力保持好身材，但希望是呈现出健美健康的形象。